各位队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猪猪队友的频道，我是 Sky。 今天算是我们频道有史以来最最最疯狂的一个企划。现在我人在我的家新店，这一次的企划就是我要用我的这一台125的 Yamaha Ray 小速可达。其实它从新店一路到垦丁，而且我们不走简单的环岛行程，我们要从台湾的北部沿着中央山脉直接把台湾剖开，一路到垦丁。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切西瓜或切地瓜、切番薯、剖地瓜、剖番薯这个东西是什么，不管怎么样，大家就跟着我们一起看看能不能骑着这一台完成这次的任务吧。我有先架好了一个手机的支架，方便我们等一下看路导航。这边呢，我有加上一些相机的支架，左右两边都有。那在后面呢，我也有粘上一些底座，在头盔上也有粘上底座。等一下我们骑在路上的时候，可以给大家更多不一样的镜头。其实我今天本来预计是9点就要出发了，因为我发现我记忆卡少一张，所以我后来又跑去家乐福，然后弄了一阵子。这一次的行程我预计分成3天来进行，但我也不确定我今天能够到哪个地方。原则上我会希望在白天的时候骑车就好了，因为这一条路的重点其实是看沿途的风景嘛，所以如果是晚上硬要冲、硬要赶路的话，我觉得意义会比较没有那么大。这趟行程完全没有预定任何的住宿、任何的行程，我们这趟行程就是随性，然后安全第一。我这次也特别准备了这个全罩式的安全帽。好了，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该开始赶路了。我们现在就从新店准备出发。影片开始之前，记得要先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追踪我们的 FBIG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现在时间是12:48，我们第一阶段就是要沿着110线道呢，直接从新店到三峡，再接到桃园。这一条路因为我跟 Wendy 之前有在三峡住过一阵子，所以这条路我是有骑过的。好，那我们先把车子加满油好了。好，现在先来把油加满。现在时间1:11。超不舒服，头很紧，我觉得我的头太大了，这是我弟的全罩式安全帽，可能我的头对这个安全帽来说太大了。今天其实忘记带很多东西，像是防晒乳，但是我后来回家看，好，我们家好像也没有防晒乳了，所以等一下如果有到 7 或者什么便利商店再来买好了，也不急啦。沿着县道110，我们经过了安坑，来到了三峡。这段路今天骑没有什么车子，骑起来还算蛮舒服的。很快的，我们就来到了三峡，接上短暂的一段台三线。这一间莱尔富又被称作为三七莱，因为位在台三线和台七乙的交汇点，是很多跑山的车友集合的地点。来到这边也代表我们正式离开了台三线，进入台七乙。台七乙，台七线支线之一，全长是4.5公里，北起新北市三峡大埔地区，南至桃园市复兴区三民地区。台七乙因为良好的路面以及蜿蜒的山路，是台湾北部跑山跟追焦的热门地点，沿途可以看到很多的重机跟跑车，我也跟着来凑热闹，在路边休息看车友帅气的压车炫技。好啦好啦，我们来到台七乙的终点了，这边就是台七乙的终点。 Go go 北横 Let's go。 离开台七乙，我们接到了台七线 AKA 北部横贯公路，简称北横。时间差不多是2:30，我怕等一下肚子饿在北横上没东西吃，所以先在莱尔富买点东西。OK， 我们现在到了小板山的莱尔富，先吃个小点心，跟午餐还没吃。北横的前身是日治时代的角板山三星警备道，角板山是桃园市复兴乡的旧称，三星则是指宜兰县的三星乡，当时是只能用走的道路，贯穿雪山山脉北部。是早期连接台湾北部东西两岸的重要道路。到了民国52年，北横公路正式开工。北横公路根据当时候原本的道路拓宽，于1966年完工，
西起桃园市大溪区，东至宜兰县大同乡，全长约82公里。好，接下来这边我们是往巴林的方向走。北横公路的沿途风景非常壮观，沿着大汉溪河谷曲折蜿蜒的溪水，旁边是巍峨的雪山山脉，骑起来非常舒服。哇，我看到了，那个就是巴林大桥。哇，好开心哦！巴林大桥，北横三大名桥之首，横跨在大汉溪上游。巴林是泰雅族语中巨大神木的意思，因为红色的巴林旧桥仅能够单向通车，宽度只有 4.5 公尺。为了疏通车潮，新巴林吊桥于2005年通车，全宽 11.5 公尺，双向通车，粉红色的造型非常吸睛。经过巴林大桥之后的景色开始有了变化，路面越来越窄，树木也更加茂密。因为时间来到了下午4点半，阳光不再那么毒辣，暖暖的阳光斜射在路面上，骑起来非常舒服。柳暗花明又西村，西村标高1106公尺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这边就是非常著名的宜兰桃园交界的界碑，从这边我们就正式离开了桃园的复兴区，要来到宜兰的大同乡了。我们已经正式要离开桃园了，终于哦！这一段北横虽然骑了很久，但是我觉得沿路上真的非常漂亮。那我们现在终于要离开桃园，进入宜兰的大同乡。其实我想到我2天前才在大同乡去泡碰碰温泉，如果大家还没看过那支影片，可以先去看。现在时间已经4:56了，我们继续。经过了桃园宜兰界碑，我们来到了明池国家森林游乐区。我觉得这一段路是北横公路上最美的一段，两侧没有任何的住家，四周都是原始的森林，因为地形的关系，时常笼罩在烟岚之中，像极了仙境。我也忍不住在这里停留下来，拍了好久的照片。各位观众，全台唯一的777，绝无仅有，仅此一家，别无分号。旁边的弯道也很漂亮。接下来台七呢会接到宜兰，因为我们要切西瓜嘛，所以我们就会选择往反方向，往太平山、梨山的方向。OK， 到了台七呢，继续往左，我们呢就是继续往右，往台七甲的方向。台七甲 ，Go Go， 舒服。告别了北横公路，我们向右驶入台七甲。南洋溪就在我们的脚底，太平山的话就往左走，那我们就是要去梨山的方向。Let's go。从宜兰的七兰开始，终点是位在台中市和平区的梨山。眼看着天色即将要黑了，不知道今天晚上之前能不能顺利抵达梨山。哦，对了，这里的风景看起来真的有种桂林山水甲天下的感觉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其实晚上自己一个人走山路真的有点可怕，尤其是你可能骑了5分钟都没看到半个人的那种时候。还好我们大概在5分钟就到了。我们到南山了，这里有一间沙韵民宿，进去问问看有没有住宿吧。有一个浓浓的香毒水味，哈哈，我知道为什么了。本民宿有一个不定时酒精消毒，平日艾草除湿床。我先在沙发坐一下，是不是？好 ，OK， 好好。老板说好像今天满了，哇！我没想到今天，今天不是连假哦，算连假吗？明天开始才是清明连假，今天是要上班的日子。可是今天南山这边，南山哦，也不是什么热门景区吧，只是一个过路站，民宿全满。啊，没有房间啊？那这打电话给对面，我给你号码。啊，好。好像又多哦，没关系。哇，今天没有想到
今天竟然全满了。对，我一个人客，一个人，你遐敢有遐有位？比杜马苏罗。老板娘在帮我瞧住宿。好好好。哎，一个年轻人骑机车，你们有人在家吗？OK， 来到另外一间。你好。他们要来睡觉嘛？哈。哎，你好，是那个哈勇的家。对，哈勇的家，我是林先生。好，你要睡这边啦、啊。哎、欸，对对。我来到哈勇的家。我是哈勇的家的老板。哦，这都你做的吗？对对，我是文创老师。啊，文创老师。自己制作一些什么的木雕什么、啊、木雕哇，好厉害哦！啊 ，OK， 我住进来了。现在时间是7:26，而且我觉得啊，它其实还蛮不错的哎。你看，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房间。哦，这个床什么的都很干净。我觉得我也算是因祸得福，就是原本可能是会跟别人共用，因为他那边完全客满嘛，所以他就介绍我到这一家来。那这边呢，其实没有其他的客人，所以我就独享了整间。那价格的话也不算太贵，就是700块，很正常、很合理的价格。这是我今天的床，很可爱。那该有的棉被跟枕头也都有。这边是他的浴室，也是很干净。尤其是如果你是自己一个人单人享受整间的话，那就是物超所值的。好，那时间也不早了，我怕这边的东西都是比较早就关门，所以我先下去吃点东西，然后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今天的心得。好了，这是我今天的晚餐，一份盐酥鸡，然后还有这个我没有试过。焙煎咖喱猪排乌龙面，嗯，因为它现在有那个七折，所以我就买了。今天原本我预计会，我做一开始啊，做一开始，我本来想说第一天啊，如果我又完整了一天，可能可以到日月潭。大家看一下，感觉酱汁很浓厚哈。今天其实还算是蛮幸运的啦，至少没有碰到下雨，而且沿路上的景色啊，我觉得真的很漂亮。从一开始的先到110，到台七乙，然后再到台七，然后转台七甲，这个一路上其实都非常的漂亮。那中间也没有碰到什么问题，所以今天也算是蛮顺利平安的。美中不足就是时间掌控不好。另外一点我要抱怨的就是，我觉得我的头盔，我的那个安全帽真的很不合我的头型，这一点是我应该要在出发之前就先测试几次。之前有看蛮多人都有来挑战过这一条路线的，可是大部分都是成群结队，一个人骑真的是比较孤单一点，而且对于行程上、啊、也要更小心，然后什么事情都要靠自己。不过就当做给自己的一个挑战吧。废话讲太多了，我先吃饭喽。哎、欸，这个不错哎，下次大家可以尝试看看。吃饱了，好啦，那等一下洗个澡，我应该就准备要睡觉了。希望明天可以早点起来，把今天 miss 掉的里程补回来。好啦，那我们就明天见，晚安。